作为年轻人就努力去奋斗去冲，不光为了自己去努力去奋斗，还要为爱你的人一起去加油，就是不要让自己留有遗憾。我觉得青春就是要一直勇往直前，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吧，不要在意所有的声音，然后勇敢去闯。对我来说最青春的回忆应该是跳舞的那个阶段，每天会把订餐到我的舞房吃，总觉得时间不够，但是对我来说那是最宝贵也最珍贵的一段经历。希望大家都能够勇敢追梦，努力向前迈一步，活出自己的人生。您好，我是那个央视新闻的主持人。我们也给您准备了一个小礼物，您比较喜欢哪个？这个就是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小汤圆，然后暖暖的，然后也很可爱。然后就是奋斗和青春的关系是什么？对我来说青春就是我在跳舞的那个阶段，我会给自己定每一个目标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去实现它，所以一直到现在。那再给我们镜头前的网友们说一句青春励志的话吧。勇敢是唯一的回忆。好，谢谢。那这个也是我们特地给您准备的，希望我们可以一路有掌声，一路好的，声量力，送给您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。